看今天的天多好，真的太好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。今天我的车限号，今天在家休息，现在带着孩子去给孩子买几件衣服去。小孩长得比较快，一年就得买一次。现在去百荣，坐公交车去。坐几路啊？不是坐那个。坐这个。坐这个到这儿。到哪？93路，对。哦，走，上车了，马上车就走了，快！本次支持刷码乘车，前方到站时自西园桥东。站过来，我看看。还行哈，行不行啊？这个要不要？我们买着吧。啊？我给你弄个帅气的表情。哦，帅气的造型，比吧。哎呀，我天哪！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。妈妈，你看这个。这个也太好看了吧！这个，这上学不行，这底下滴溜滴溜的，这好看吗？我刚才都摸到了，不灵不灵的小孩子不行。不行，小孩不能穿这个，还是穿舒服一点。你看，我不要，不要。妈妈，那个也不要，要这四个，这四个平时穿都行，便宜点呗。这四个，要便宜点，便宜点。已经是便宜赔钱的。你看一下啊，你看一下这个，你按五折多少钱？180吧，我不给你还。刚才这个裤子你就跟我说要跟我便宜点，这个就180吧，我都拿着，行吗？你也找了半天也不容易。190。哎呀，180吧，180我给你付钱，装上吧。谢谢啊，我给你宣传宣传啊。我原来这个就是，原来就是走 T 台那个，跟橱窗的，好看吧？这感觉皱巴巴的。不会，你没弄好。转过来我看看，转过来，我看后边。后边看大小还行，就前面不知道怎么整的呀。前头我看转过来，怎么整的呀？哦，这样的啊，没用吗？不是，别人孩子我都故意给他介绍。这还我知道，给我小时候也穿，还可以哈。喜欢吗？这个喜欢，没有，全世界第一件，没有第一件。全世界第一件，全世界就是第一件。哎呀，走上了，行了，脱了吧，这个也要着吧，行了，走，甩掉了一会儿。一共买了几个呀？6个，里头一共6件，230，还行哈。走。行，我们要这俩啊。好，谢谢。走，放下。你拿着鞋，我拿着衣服，对。走吧。累不累啊？不累，一点都不累。还是坐公交车啊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家了，坐了十几站的公交车。现在已经到家了，一共是6件衣服，230块钱，然后还有2双鞋，180，一共花了410。让他给大家试一下哈，看怎么样？怎么样这个？好看。嗯。好看。这个是比较舒服的这个。哎呀，再换一套来。行了哈，这个喜欢不喜欢啊？喜欢。啊？
往前走两步，提的太高了，这个裤子提的太高了。好 ，Let's go， 走啊，跟武大郎一样，这个穿上，这个穿上有点像武大郎。挺酷呀，小鞋也不错啊。好，脱下来吧，我给你洗洗。